我们可能透过剧场游戏，或是透过小组的分享，或者甚至是透过一些图卡，来让他们在认识彼此、认识自己的过程当中，先打开自己，接着表演的元素、戏剧的能量，才会慢慢地放进他们小小的心中，帮他们种下一个种子。你有办法在正式演出的时候跟观众解释说，不好意思，我刚绊到脚，可以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不行，回去再一次，准备，抬头挺胸，五、四、三、二，走。很好啊，做得到啊。哦，所以不要后悔，就是要做，练，练到爆炸。控制你的身子，来，力气抬起来，脚不要脱离。所以把握每一分每一秒，舞台剧就是在即时，过就是过。一二三 ，pose。这个动作忘记就是没有了，画面拍到就是拍到，后悔就是后悔。好，想要一次 OK， 就把你全身的力气用出来。好，我知道很痛苦，就是那么痛苦才会好看。准备五、四、三、二，动。在你家后院，不见不散。我觉得中餐便当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我说真的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你要压紧住。帅，爽帅，爽美 ，Go！ 一个人分心，全世界努力都白费了，请你不要当那一个人。团队团结，就是排练剧场最重要最重要的事情。我觉得以他们现阶段他们的程度跟生活状态还有年纪各种，已经在这舞台上可以做到，我觉得已经是95分了。